破坏式创新是联发科在全球布局研发建立商业价值的 DNA。 今年联发科跃升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厂，更连续第二年拿下2015全球百大创新机构，也是台湾唯一获选公司。安全、弹性、可扩充的 IT 是支撑联发科各据点研发不中断的关键。我们很高兴能与 VMware 合作，打造 IC 设计不中断的云端基础架构。透过 Unified Portal， 可以监控并分析全球研发人员注册使用虚拟资源池的状况。我们也在主管们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安装 View， 加速签合流程，提高生产力。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更加严峻，速度将决定一切。我们将与 VMware 持续 IT 转型，朝软体定义的资料中心迈进。